我唔是别人，上台人彭玉记，西人讲我菜直边，唔西人讲我是汉奸人。上路读书，李星期啊，去请到下蔡先生，我来去个闹乌，叫做介家咯。哎呀，大娘啊，讲恁上路啦，啊叫人介菜林胃苦啦，啊人唔爱，甲人扯半衫裤啦，啊手下个面都烂土，共裹到规面乌乌啦。啊，唔介意，唔国家讲巴肚边，甲人生两三个啦，大娘啊，你都拍上路诶。